今天因缘际会来到中山捷运站，然后要吃饭啊，问了半天啊，知道这边有一个素食馆，叫做欢喜素食自助餐。那我现在就进去。OK 啊，看到外面有些很别致的尘斋。现在已经一点多了，那个菜已经一点多没有吧？哎，现在几点？现在12点多。OK。对对，我吓一跳。因为刚刚老板跟我说已经没什么菜了。OK， 这是我看到他们的菜式。OK。这是地瓜叶，茄子，苦瓜，还有豆薯是什么东西？刀鸡是吗？阿妈是吗？师傅是刀鸡吗？很多菜，很多菜。早餐跟那个菜差不多了。好，倒鸡妹，倒鸡呀，阿妈讲倒是吧？是不是？挂鸡耶，挂鸡叫。对啊，那挂鸡。挂鸡。哎呀，剩挂鸡呀。这边是汤。倒鸡呀。也剩挂鸡呀。这个是阿妈，这是老板的母亲。老板娘的母亲，那这位是美丽的小姐，是老板娘的女儿。因为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们这边开了多久了？开了4年多了。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吗？就是我母亲觉得，因为母亲本身自己吃素，所以她就觉得如果能够就是自己吃素，自己然后提供其他就是吃素的人，然后出外可以有方便的饮食，素食可以吃的话，所以她就那时候就开了一间店这样。她今天不在，她去那个印度禅修49天，所以她要到12月才会回来。这样。哎，不好意思。看起来这边生意非常的好，刚好是用餐时间，所以就比较稍微忙碌一点。因为这附近的客人比较习惯吃清淡一点，然后不要偏太多油腻油炸的，所以我们这边大概都是这样的食物，所以吃比较清淡的会比较多。这样是已经有4年半了啊。看到这边的，我觉得非常的雅致，这个地方非常的完善。这没关系。录音上网不是赶快？录音完了就要上网了。我是讲，是安尼上网啊。阿妈，你一直拢伫食素食的哦？我无。是无？是你查某囝食素食？你无？敢你有？噶即马有开这店，你就开始食还是去？你嘛是无食？我无食。你我嘛等人家食。你等去个，家己煮家己食，无食这。我无食这。好。我那有食，我那等你。安尼好。哎呦！非常高野这个阿妈。好的，谢谢。香葱，我无买香葱，也香葱。